该要警惕，美国又要对中国耍手段，这次却不是强势美元，而是新花样耍手段。美国欲修改一项标准，目标直指人民币，却让自己被孤立。10月17日，美国财政部发布了一份让美国总统失望的半年度汇率报告，该报告并没有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，而是把中国和德国、印度、日本、韩国和瑞士等国家列入观察名单。原本以为美国借此已获得经贸优势的小算盘将落空，再没想到这个超级大国又要开始耍手段了，这次不是强势美元，而是新花样，考虑改变汇率操纵国的鉴定标准。纽约曼哈顿下城美国欲修改汇率操纵国评判标准，中国恐将再次躺枪。据彭博社10月22日报道，美国财长姆努钦当天表示，对美国修改汇率操纵国的认定标准持开放的态度。报道称，一旦美国修改认定标准，美国总统可能如约地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，进而采取相应的惩罚性措施。长期以来，美国一直主观地认为中国在人为地压低人民币汇率，让中国商品的出口更具竞争力。美国总统更是在上任第一天就不加考量地断定中国为汇率操纵国。这 OP2016 川普。然而近年来，人民币持续坚挺，对美元汇率也并没有出现又为市场规律的波动。即便是在近来遭到强势美元的席卷，人民币也没有出现超出市场预期的大幅度贬值，有的只是中国对外出口变得更加昂贵。就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都表示，人民币与基本面一致，中国并未操纵汇率。美国为获经贸优势强扣帽子，但中国没有操纵汇率的必要。中国汇率操纵已经成为美国未获得经贸优势而爆出的老掉牙的说法。按照中国目前的发展趋势来说，根本就没有操纵人民币汇率的必要。首先，中国的国内消费已经成为主导中国经济增长的力量，对 GDP 的贡献度达到 78.5%， 而进出口则是负值，这反映出中国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度在不断降低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中国没有必要需要大费周章的干预汇率来刺激出口。其次，中国金融市场潜力巨大，而随着中国持续对外开放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的不断推进，人民币资产也日益受到海外投资者的青睐。6月境外机构大幅增持中国国债，就是直接证明在各个国家投资者的鼎力支持下，人民币资产也有了坚实的支撑。此外，在一系列措施的推动之下，中国不断扩大进口，倘若这时认为压低人民币汇率，势必会大幅增加进口成本，得不偿失。央行7月新增人民币贷款6999亿 M2， 同比增长 4.5%， 中国究竟有没有操纵汇率？美国发布的半年度汇率报告或许就是最好的证明。而对于美国这个超级大国来说，他已经从自己主导构建的国际体系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。如果美国选择无视，反而一味盯紧其他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有了多少收获，这样的心理失衡最终只会让美国走向被其他国家彻底孤立的困境。关注今时数据头条号，第一时间了解国内外财经大事件，掌握最流行的赚钱秘籍。严正声明，本文为今时数据独家编撰，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。